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，开拓者球星利拉德今日更新了个人社媒，一次抱怨开拓者是目前唯一仍不允许球迷入场观战的球队，该死，所以开拓者是联盟中唯一没有球迷的队伍。利拉德写道。某位球迷回复道，你还好了，威少上个月打成那样都没得月最佳。开拓者目前以36胜29负的战绩排名西部第七，落后第五的湖人一个胜场。本赛季至今，利拉德为开拓者出战60场，场均出场35.8分钟，得到28.4分、4.2篮板、7.6助攻、1抢断，三分命中率38.1%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